大家又翻到嚟傳説六寶石啊！咁我哋繼續呢一個嘅火箭兵團嘅旅程啦。咁上次講到應該係嚟到呢一個嘅第三次勁力戰，係啦係啦，第三次勁力戰。咁依家咧就衝過埋呢條橋，睇下有啲咩嘢我哋可以搶奪掠奪嘅先。同埋呢個同行都幾有趣喎，依家先見到，因為六寶石以往咧就冇呢一啲咁樣嘅系統啦，或者係依家嘅話，其實講緊劍盾都有呢啲系統啦，但係其實普普通通啦，係啦。OK， 小童呢啲我哋拎呢个啦，长臂叶啦吓。OK， 到呢个落雷兽，应该用二连踢。好，电球 OK 搞掂，电球啦，好，冇咩特别啦。哇，好似行得好僵硬咁啊！火焰鸡，虽然呢一个系自己加嘅一个嘅系统啦，都几得意嘅，都几得意。因为六宝石。讲紧跟随系统呢一个嘅系统咧，讲紧系金心金云能先至有啊，心金云能。嗯，咁之后仲有冇出过啊？好似冇啊嘛，差唔多去到 Let's Go 嗰度先至开始有翻呢个随同行系统。点解游击立系用系冇技能嘅？点解嘅 ？OK， 我哋睇下呢一个游击立系咪冇技能先。头先都攞咗，哇，好多精灵啊！诶、欸，有技喎、啊，喂，固执点用？固执点用啊，大佬吓？点解呢度又有个人夹题？喂，呢度咩事？唔知咩，无端端有个咩一模一样样嘅人喺度？呢、這个系咪鲤鱼王啊？唔系，我仲系鲤鱼王，你知咩个？诶、欸？唔系鲤鱼王，唔系喎，鲸鱼同埋水母啊，竟然系，好呢度唔拎都冇所谓啦 ，OK 啦，依家我哋先去，咦，我哋系咪喺呢度要同佢打啊？咁咪可以攞佢呢一个嘅精灵咯、啊？呢、這个好似系拉鲁拉斯嘛，系 ，Oh no， 拉鲁拉斯，系时候要抢夺一下啦，各位。哇！固执生命水滴，我去睇下拉鲁拉斯系咪真系都系呢啲技能先，因为佢唔系管主嚟嘅，所以咧招式机方面咧应该系会跟翻原始嗰个嘅咩嘅，睇睇啦。哇！我未试过打第几个道馆已经有满晒一箱，勇及加攻减速，系啦。技能方面咧，佢依然跟翻佢原有嘅设定啦。OK。好，我哋试下打呢一个雷系啦，同埋咧唔知点解咧打呢一个嘅版本嘅时候咧，我发觉咧好似有啲似曾相识，感觉呢个版本都系跟翻某个版本嚟改，系啦，唔知系咪啦？喂，你奥路喎，老啦，你奥路咁劲，神兽咁滞，你奥路，踢，可以唔计，哇，疯狂麻痹，好，马骝，飞快多啦。O K， 呢只好之后继续啦，相信都不会话好难打嘅呢啲训练家变形重焰版，点解火焰居然冇招火技噶？点解啊？嗰个劲敌唔用火技噶？呢一只虫咁奇怪，转虫。因为头先佢降咗我嘅，唔知特防的防御，用火焰鸡啦，呢度用二连踢啦，碎岩啦，记得射文同二连踢 ，nice， 用红色兽焰反，我哋要射文同呢一度，射文同 ，OK， 顺便翻嚟回个血先，之后咧就可以同呢个管主打。呢、這个管珠会唔会 level 差距都有啲大呢？因为上次咧，大家如果有睇过格斗系嗰就知道咧，佢 level 差距都几大嘅。我当我19咧嘅时候，佢已经系24咧啦。而我估计呢个雷系道馆应该系接近30咧啦。啊，30咧真系，哇！呢个大爆炸好嘢。嗯，例如喷射火焰。应该唔够打，我觉得呢只应该唔够打啊！呢一只
OK， 系啦，系完全唔够打啦，因为佢呢一个落雷兽，我冇克制佢嘅精灵，有小拳石啊，小拳石，但系冇地面技能啦。唔紧要啊，我哋先打咗呢一个左手边呢一度，抢夺掠夺一下其他人嘅精灵，睇下有冇啲适合嘅精灵啊。慢退，李如华呢个时候冇用咩？定还是抢另一只呢？哎呀，唔小心放过咗啲精灵添。OK， 咁多隻精灵有排睇啦，但系全部都好低劣。喂，可可多拉呢隻要有，可可多拉要有啊，各位。因为呢隻 game 佢冇得捉虫咧，所以可可多拉就算我见到我都捉唔到。呢度咁啱咧，佢有嘅话咁就啱啦。我哋攞可可多拉，唔使睇啦。因为可可多拉拥有坚硬嘅特性啦，好适合用嚟放一啲变化技能。Very good 啊，多多照拎啊。Okay, 我帮你训练只多多，又系你 ，OK 得，照攞埋啦。哇，顶啊！唔想俾人望到，我唔谂住打其实呢个，因为我见我啲血量都相当之低，收住凤蝶啊！啊，顶啊！头四咧，卖路嚟，毒个金鱼，毒长尾，蘑菇啊！分麻痹，佢个阵容最强，我谂应该系蘑菇或者系麦路泥啦，我拎麦路泥啦。OK， 顺便睇一睇商店会唔会有嘢改咗先。啊，依然冇啦，都系嗰啲道具，冇咩特别。OK， 继续抢夺其他人精灵。奇鲁利安有冇啊？呢只奇鲁利安要有。OK。单挑用好咧，85攻击。好，我哋换走啲薄沙啦，啲薄沙快冇乜用。电光石火就唔使啦，电光石火。OK， 掠夺。奇鲁利安呢啲又系劲宠嚟嘅，只要佢性格劲嘅话咧，基本上可以用得过啦。因为第一只拉鲁拉斯实在唔啱性格，所以冇办法用。哇，好多精灵。天真李奥路啊，相当 OK 嘅。点解全部都15咧？系佢抢翻嚟就系15啊！认真性格、勤奋性格、悠闲、哦劲、重金属。哎呀，温和、害羞、自大、加特减速、加工减速、大胆，真系唔使要啦，大胆内敛。点解全部错性格嘅各位咁古怪嘅？唔系喎，佢系咁啱先全15啊！头先系李奥路，会唔会太平均啊？正常嚟讲呢个个体值太平均啊嘛，咁多15，搞到我以为系预设咗添。好啦，我哋睇咗一睇咧，系冇适合沙奈朵嘅性格嘅，咁所以我哋都放弃啦，暂时放弃沙奈朵呢个念头。继续去抢夺掠夺毒长尾啊！毒长尾呢啲精灵真系好少会用到，草系精灵真系比较少用。哇！单挑 ，no， 分珠背，背壳夹击，拗痕，黑洞后飞快刀。咦？有穿沙王咪赢紧？穿沙王打呢啲雷系道馆真系几劲。我记得我曾经关东地区。嘅时候都用过穿山王，认真性格重打，哇掂啦，哇掂啊！穿山王一定系打呢个雷系道馆最强嘅战力，肯定啊！好，当我哋打完呢啲，我哋就翻去换只穿山王出嚟。音速拳呢只都 OK， 其实胆小性格会唔会有啲问题？胆小性格啊！呢只都 OK 喎，地鼠又有重踏喎，哇超劲，超劲，唔系讲笑。好啦，玩啦，呢度系咪可以抢夺四个人嘅训练架？劲喎呢只，呢只劲啊，攞呢只，呢只就赚啲，但系都可以照攞。但如果我想攞，我想攞大只嗰只，照攞啦，冇理啦。妈
你老泥，草技啦 ，OK， 哇，我好痛，珍珠贝，潮船，潮船咧 ，OK， 水枪 ，OK， 蘑菇就跑动下啦，磁性，找，再找。再找，系咪同阿婆打埋跟住？蘑菇啊！哎呀，我错咗。系几最后竟然系玛莎拿呢啲咁嘅精灵，吞眼啊，拖念力，拍东后嘅飞快刀。喂 ，Oh no no no， 冇啊！食个药先，食个药先，唔得掂，唔得掂，食个药先。好一击 ，OK， 啱啱好，长短呢度好似系攞呢个叫咩啊？强制锻炼器好似叫系嘛？啊，强制锻炼器啦，即系加努力值嘅一个道具啊！好，系时候鉴定一下我哋抢夺嘅精灵有啲咩神奇嘅嘢啦。玛莎拿洛天冇咩特别啦。爆粗毒长眉，认真穿三王，固执斗粒菇有用喎、啊，哇，超劲，81攻啦佢劲，认真地鼠，爽狼啊，都得嘅其实，回收马夫，认真，好啦 ，OK 喎、啊，哇，斗粒菇同埋地鼠拎出嚟，鲤鱼王呢啲我系等直接鲤鱼龙啦，梗系仲鲤鱼王，好，水母都拎出嚟。OK， 好，再睇下啲咩精灵先，掠夺晒所有精灵，我哋就挑战换鱼，赢紧啊！我哋嘅阵容必胜，可可多啦，又有得赌可可多啦，系咪嗰个叫咩啊？坚难系坚难，我哋嘅战力又强化好多啦。竟然有草主，但系呢只草主我觉得唔太需要用到啦，呢只草主，因为呢只草主系防御型嘅草主，但我哋都照拎啦。因为都咁稀有嘅精灵、啊、好似火箭兵团咁稀有嘅精灵一定要抢到手啦，系咪啊各位？水母秒杀，我哋火焰鸡32咧，超奇怪，红爆弹啊！我拎红爆弹啦呢一度 ，OK， 抢晒佢啲精灵，做冇训练家？我印象中记得好似冇啊。好似冇训练噶，呢度啲咦？如果打呢度可唔可以抢？我想知道。我哋即将要挑战道馆啦。OK， 我哋一阵间睇下我哋嘅阵容有几强大咯。我哋嘅阵容好，阵容鼎盛啊！各位，穿山王、斗粒菇呢两只就系新增嘅精灵啦，系啦。再加埋我哋本身火焰鸡32咧，绝对冇可能输啦啩。好，第一只系咩啊？第一隻是会自爆的雷霆弹定唔知雷电球，所以我哋先放火焰鸡，之后再换珍珠贝啊，跟住之后咧，佢应该系会用嗰只叫做落雷兽、雷电兽啦。我哋直接用穿山王，三百不迟过，唔紧要，重打镜光射击佢。哎呀，再重打喷射火焰，哇，争啲死，唔紧要。Oh no！ 斗粒菇，斗粒菇用头锤。Oh no！ 不应该用头锤，弹跳唔用得，二连踢。唔系啊嘛，唔系要输啊咁黑仔，哇真系输喎。Oh no！ 输麻痹嗰度，赢紧啊！再嚟个，再嚟个。小问题嚟啫，我哋应该用红绳鞋出嚟，红绳鞋冇乜用。呢度我哋用火焰鸡得唔得？会唔会出呢只啊？问题不大啊，二连踢，唔踢。OK， 跟住再用穿山王嘅重踏。好，呢度就重踏，因为佢用药，可以重踏。打菇，哎，用错技，应该用嗰招叫咩啊？先制嗰招技啊，音速拳用错技啊，唔紧要，火焰计先啦，二连踢，
有麻味。选三王嘅重踏，再重踏。好，之后豆粒菇嘅音速拳应该直接死嘅，可以。暂啲，静电。胡思吧，胡思吧，咁都争少少。其实我呢度可以用汗柱，系咯，直接连换都唔使换，去换雷电兽穿山王。嗱，但系打唔死佢嘅，冇得换重先，换做好星蟹，跟住用翻火焰鸡嘅炎劈，再炎劈。跟住我用。有粒菇啦，音速拳希望打死佢啦，又打唔死佢，穿山王唔够佢快，哎呀，争少一少。雷电兽，我哋用，我哋召用火焰鸡先，之后用二连踢，跟住我哋直接换走，换做好胜蟹，穿山王呢一度佢应该会同血嘅，食佢啦，跟住再重踏啦。重踏完之后，换重分珠贝，诶，跟住用火焰鸡，应该快过佢啩？我谂减咗佢两次速度，系啦，静电，唔好麻痹啊 ！OK， 搞掂，三王一次过，我哋就用穿山王出嚟震佢啦，应该就快过佢。快啲，竟然唔紧要，打粒呼音速拳，个音速拳，镜光射击，火焰鸡嘅二连踢 ，OK 啦，搞掂，好啦，我哋拎雷电兽啦，系啦，我哋拎雷电兽啊，我想睇下佢嘅雷电兽有啲咩技能，好啦，我哋得到咗呢个雷电兽系怕寂寞嘅，加工简防。都 OK 啦，其实呢一个成就，我觉得又再抢夺其他人嘅精灵啊！咦，呢、這个啊，呢、這个我哋同佢倾下偈啦。呢、這个，哇，欸、草干同埋费尔托斯喎、啊，打死草干，我哋攞费尔托斯啦，唔拎草干噶啦。系啦，呢度个记者其实啲精灵都几劲、啊，原本应该都几劲嘅。因为在原先绿宝石的版本是用他们来拆经验值的。OK， 无所谓啊，两只都。哇，鬼剑喎、啊，劲喎、啊、鬼剑，冇火技添。穿山王啊，鬼剑啊，哇，我的阵容越嚟越强大啦，唉，随住呢一个嘅对方的训练家越嚟越强劲，我哋都。越嚟越强劲啦，各位！有 fake out 呢只拎，我见到佢有 fake out 劲嘅。嗯，叶小童，叶小童啊，话唔定咧，去到最后我哋会变咗雨队都唔出奇。再攞呢一个嘅，嗰只叫咩啊？嗰只河童系啊，哇，河童啊，跟住背先啦、啊，嗯，超强，自爆。快刀又自爆，拍落要啊拍落，有用呢招我觉得。好，龙龙眼，呢个系咪要打？打埋呢一个咯，唔争在啦。小火马，腕力，拎腕力。啊、我哋暂时未有只腕力系冇防守。好啦，嚟到新地区继续，适应 ，OK 适应。炎猴式用蓝虫，我哋拎炎猴式啦，呢度冇特别噶啦。哇，男仔嚟噶，头先嗰只系嘛？冇睇错啊，男仔进唔到化。毒长尾啊，六雷兽又麻痹，尿路就继续火焰鸡啊，炎反齿轮，尿路啊呢度，剑尾唔要。呢、這个好像是攞秘密机器，嗰、那个叫咩啊？秘密场地嗰个招式机，继
继续抢夺。红爆弹，哇！玩具熊，拎玩具熊啦呢度。烂泥就唔使啦，烂泥。铜牛熊，哇！超多精灵，好开心啊！呢个系咁抢住人哋啲精灵，劲开心。超能力猫，冇错嘅。超能力猫啦，唔使谂啦。必须要超能力猫。干扰。外婆糖蛋添。拎埋啦，冇所谓啦。差唔多要拎啲新精灵出去啦，如果唔系唔够打。啊，话时话我未拎學習装置。重踏咯，一次过震晒。撕裂爪。OK， 嚟多狼啦。少少像。怪嘅一隻色，我望落去，竟然有呢只虫。呢只系咩啊？嗰只飘虫，我唔记得叫咩名啦，已经，唉，冇乜印象啦，新迪，哎，唔记得拎。虽然唔算话劲啦，但系欺凶手嚟，我记得好似系，唔小心打咗添。哎呀，大镬啦，惊唔够打喎。两招打唔死埋，飞快刀，仲会飞快刀，大镬啦！会唔会输咧？可能会输喎。食药先，食药，我点解食药？厌烦佢。空气利刃，危机啊！空气利刃唔系讲笑，佢好容易会震死我弹跳。我哋用超速背壳夹击而踢 ，OK OK， 哇，降海鸦超算，寒穿先啦，挑拨而踢，掠食而踢 ，OK， 啱好劈开，哇，最劲一定系降海鸦啦，唔使问。降海鸦同降鸟一定系呢度嘅首选啊 ！OK， 呢个系咪泥鳅？我记得好似系玄海参啊！玄海参我哋用呢只双倍豪华刺星先啦。哎，俾人反死咗，唔记得拎。咁錯仔成日都，哎呀，要打雙打 ，OK， 雙打啦，咁就唔緊要啦。哦，好簡單啫呢啲 ，OK 嘅，真係泥鳅啦呢度。嗯，長臂葉啊，太陽隊嘅隊伍咧，佢可以做。哎呀，好錯嘅，我點計啊？键盘，又系呢个小童，拎小童，鲤鱼龙 ，nice， 终于有鲤鱼龙啦，好拉油啊，哇，好拉油我都想要喎，因为佢嗰个调转嗰个特性好特别啊。啊，当时我记得 X Y 出嘅时候咧，我成日都拎佢出嚟咧，喺度用嗰招万力，系咁喺度升能力值，哎呀！我哋拎好拉油啦，不如鲤鱼龙呢啲，我相信日后一定好大机会撞到。好拉油反而少啲机会，好拉油我哋。好，我哋先翻去睇一睇我哋嘅战利品。今次呢一集嘅战利品啊，相当多啊，各位睇睇啦。哇，我哋由呢个鬼剑开始睇啊，顽皮鬼剑无防守，外收长鼻叶，冇咩特别。慎重，哇，慎重废咗。马夫又系废咗，好呢度冇啦，下叶三盒啦已经，认真性格冇防守，但系错色错性格，暴躁嘅男仔冇用，
外修慕容，又系天真，恶作剧之心，喂，掂啊呢、這个，呢、這个掂，恶作剧之心你好老，掂啊掂啊，胆小玩具熊冇乜用，勇敢超能力猫谂得，顽皮，认真尼多郎，爽朗过海鸦，都唔系唔得嘅，但系渣渣地，加特工减得防嘅长鼻叶。加工减特防的小虫，勤奋吸盘啊 ！Oh no， 错性格，喂，错特性啊，各位，好啦，咁今集的传说六宝石嚟咗先，我哋睇下下集将会有啲咩特别的精灵俾我哋攞啦，然之后我哋快啲攞埋呢个鲤鱼龙，咁就得天下啦，各位，得鲤鱼龙得天下，好，拜拜。